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各位车友是不是想说，李翰老师，你不是说不更新，你不是说要退出赛车界，你不是说不办赛车礼？对，我就是厚脸皮，对，我就是说话不算话，对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应该乱立 flag， 我不应该这样做。我诚挚的跟各位道歉，拍谁？好，但是我是有苦衷的，因为最近我们要去高雄做个宣传活动。那我想说，既然都想去高雄做宣传活动了，那不如你是不是也跟我想的一样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是不是顺便？有没有？是不是情有可原？对吧？赛程也就办一办，对不对？不然你看，我们下去高雄是不是要天时地利人和？啊，现在不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顺着时势走，知道意思吗 ？OK， 这也是我今天分享给各位车友了，好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即将在4月25号礼拜天哦，注意哦，4月25号礼拜天哦，在高雄的林路赛道哦，就是草芽道。零路赛道，我们要举办赛车而已 ，OK， 那一样上限是十个人，因为我最多就只到十个人而已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一次有什么特别的呢？这一次我们已经安排好，我们赛车营是下三场，对不对？第三场我会下场跟各位车友一起竞技，想电我的赶快报名，好吗 ？OK， 我不是想电人，就是想被人家电。好吗 ？OK， 而且第三场还会有神秘嘉宾哦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是谁，好吗？要参加的赶快填下面表单，限额十个。这一次真的啦，真的在暑假前不会了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对，应该是真的，真的，这一次真的是有宣传活动，然后我们要下去，我才想说啊，那顺便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，你看我在这里在干嘛，你就知道我在干嘛，好吗？而且我这人是这样，有好康我不会忘了你们的，拭目以待哦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有兴趣的赶快填表单 ，OK， 拜拜。